六十六，所思人得慧；六十七，所思人不服慧。不服慧的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或者你跟他缘尽了。六十八，所请患得来济，说你还请客，你先打打卦，请得来请不来。六十九，所争乐的得离开。七十，所耐静的得尽之。七十一，观欲得和解。欲具啊，就是求人或者求妻子啊，求朋友啊，求六亲呐、啊，就能够和，能够聚在一起。又者呢，观欲具不止不和解。你想求跟人家打一个盹儿，不可能了，聚合不到一起。所请唤不得来，你请人家或者没时间，或者人家不愿意来，不要再请了。七十四，所欺人当自，这都预示给你，说你请的人请不到，那你就不要请了。说你请的人马上就能来，你也不要等了，他会来的，就这样的意思。这都是啊，预兆有急难怀疑，啊，你请的人简直不来，你打个卦来不来？说能来，你再等一下吧。说你请人不能来了，你不要等了，人家不会来。记得啊，讲到七十五。说所欺的人不能来了，说这189种地藏菩萨什么事都跟我说了，你要弄灵了，大事小事，有学这个占察相法的人，这大小事都要到佛堂去问问地藏菩萨，烧香先磕个三个头，指指轮下，告诉你了，不来，不是说你偏点拜。等你拜忏成功圆满之后，以后你用占察轮，用着相法，随用随灵。